好的，我们这边发现了一个 bug， 就是沙旦副队长他会一直把星座给爆掉，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bug 吧。阅读我刚刚有测试过啦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在我第二频道之后会上传。好，第一关先来制造强化珠。好，然后这队因为有 bug， 所以星珠都会爆掉。那我们这边就赶快带走这两只吧。不要洗屏哦。好，这边天降到九 combo 了，可以带走吗？没问题，单张没有很高的伤害，但是还不错啦，因为这队一直会把星珠给爆掉。虽然这个 bug 好像是没什么，对这队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，可是多多少少应该有用吧，就让我们的那个版面可以更多的攻击珠子有几率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这边直接来全体攻击，这样好，没问题。好，5 6 7 8 9 10，天降到10 combo， 没问题，应该是可以带走。好，黑尔过了耶，订阅了，感谢玉豪，感谢。每个暗属性队长都有 bug， 对啊，就最重点是你副队长搭这个沙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看看 ，OK， 可以，开个爆发，开这个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来转播。哦，这个转好了，斜转，可以 ，Yes， 好，开个龙科吧。哎，天降，好，没问题。你这龙科是带真伤，应该还够，还算够吧？试试看，好。这一次这个 bug 真的是算是好玩啦，但是也没有说到真的很强，因为这样就不能补新珠啦，所以就有点讨厌。哦，没更新，太好了，吓死我！好，我们来到第四关。哎，没有按住的是，请问是怎么了？居然没按住了，糟糕！天哪！哦，有了，好，可以转按住，再转，都转出来好了，好。好，希望是可以一起带走他们啦。好，可以。Yes， 刚刚好。OK， 我们来到了第五关。你声音好可爱，感谢王卢。这边15颗以上，这边应该有一个图看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带走吧？这样。哦，有天降，好，太好了。没有天降还没有，应该一个失误啊。好，带走吧。刚刚好，没问题。第二个阶段，这边有骷髅头，光珠哦，光转成新强化珠没有用，我们这边开一个变身，变身。好，这个转成固定的位置，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。其实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哎，算了，我们这边他的好，开个技能，左右直排要转掉就对了。这样好，应该是可以带走吧？哦，天降，好，太好了。OK， 蹦，哇，刚刚好，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六关。第二关这边还有真伤哦，所以可以多赚几 combo 这样。等，这太多了。好险，我还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。好 ，OK。带走了耶，来到王冠了。第一阶段附加效果消除，然后有的没的技能，那我们先开个技能吧，我看看，这个是可以开了，阅读是可以开了。好，反正我们应该是会一盒带走了。
然后开一个奥丁的这个，开这个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这边排个珠子啵，应该是可以排珠子吧？有看到那个漏斗，应该就是可以排珠子的意思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好，这个暗珠没切开是有点可惜哎、欸。不过有天降，太棒了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九 combo 可以可以，带走没有问题。我们龙可以跳起来了，所以这应该是通关了，没有问题。咻，突击，然后转这个 ，OK， 沙弹，提升攻击力，这个再开再开再开，全开全开全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开个这个攻击两倍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排珠子还是可以排的 ，OK。排珠游戏，排珠游戏，排珠游戏，不意外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，全部都排在一起好了。问号珠全部排一起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田长只有三 combo。好吧，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bug 还蛮好玩的，感觉上，不过是有点挑战，变成是有点挑战了。嗯，也没有实际增伤到多少，因为既然没有。暗腐蚀没有兼具新腐蚀的话，其实这个 bug 就反而是在扯后腿，感觉像是这样。好 ，OK， 过了，没问题，伤害非常够。好的，顺利的通关喽。好，我们这个 bug 小测试为大家测试到这边，这是 bug 哦。嗯，不要以为这是改版的东西，没有，这是一个小 bug。虽然说每次改版都有很多 bug， 对，这是 bug 之一。好。顺利通关喽！